阿媽叫我幫你搬曬入房啦。佢係咪幫我全部要曬佢啊？冇啲咁嘅事。你諗多咗啦。我咧驚你出入唔方便啊，話曬你都租身大細啊嘛。阿媽，其實我可能係甲狀腺亢進㗎咋，我唔係有咗啊。你唔係有咗？我俾咗我二生仔啊，先至帮你嘅啫。系啊系啊，人哋话咧外甥多似舅噶。咁咪好靓仔啊！希望唔系咁矮啦。妈，你同咗几多个人讲啊？阿妈，你唔好话俾我知，你讲晒俾校运会群组所有人知啊？梗系唔系啦，你当我傻嘅咩？都未够三个月。哎呀，你好乱讲。唔好周围同人讲话我有咗啊！系啦系啦，家姐啊，冲咖啡冲埋俾我，少糖酒奶，唔该。唔准饮啊！咖啡都唔准饮，我每日一定要饮一杯提神噶。以前就话啫，你而家唔同晒噶啦。哇！你又想讲乜嘢咧？我。万一你真系甲状腺有事嘅话咧，咁你咪真系唔同晒咯吓！家姐，你唔同咗噶啦，不过我仲系一样，冲埋俾我啦。唔得啊！大家一齐唔好饮咯。哎呀，好烦啊你！哎呀，你不如咧有杯暖水啊吓！唉，算啦算啦，咩都唔好饮啦。唔好咁劳气，话晒你都粗心大细。我。帮你约咗医生咧，听日 check 清楚噶啦，咁你唔使我断估咯吓。我住先，阿妈，你唔好话俾我知，你系约咗妇产科。咁又唔系，我帮你约咗你平时睇开嗰个家庭医生。咁就好咯，听日咧真相大白啦，等你哋啊，唔好个个都以为我系大肚婆啊。如果你真系有甲状腺问题，咁啱。你又有咗，咁食药真系应该要小心啲喎。话晒啲药物都有副作用噶嘛。哎呀，好烦啊！唔好再讲啦，唔好怒气，唔好怒气啊，唔好怒气。喂，都搞咩啊？施主稍安勿躁，我啱啱已经上网 check 咗噶啦。佢话无论系患病抑或系怀孕都好，都要保持心境嘅平安。就好似我咁啦，本身今朝早想飲杯咖啡都飲唔到，已經好燥噶啦。不過你睇下我而家幾咁平靜。哎呀，呢啲聲真係好舒服噶。呢啲係重撥嘅聲音，每一個重撥發出嚟嘅能量同埋氣場都係唔同嘅。佢會因應住唔同敲打嘅人發出嘅能量而發出唔同嘅音色。是不是好治愈呢？是好放松。自己整得唔得呢？保持平静，合埋双眼，留意呼吸。一呼，一吸。一呼，有早餐食啦！静观，静观，乜甲状腺亢进咁样医嘅咩？甲状腺亢进啊！静观。欢迎收睇《医生与你》，今集继续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专题，有我郑瑞文和邓志伟医生多得听，同大家主持节目嘅。嗱，头先处境剧入面咧，群姐担心嘉欣如果有咗 B B， 又同时遇到甲状腺问题咧，要食药治疗的话，就要好小心啦。咁其实甲亢系点医咧，同埋难唔难医好嘅咧？
如果經過醫生咧檢查清楚之後，真係確診甲亢嘅話咧，只要積極面對，好好咁配合醫生嘅指示咧，病情通常咧都會受控嘅。嗱，咁我哋今個星期咧會繼續咧同大家講下，因為格雷夫斯病呢個自身免疫系統嘅疾病，導致到身體出現甲亢呢個情況。格雷夫斯病咧會令到患者身體裏邊咧產生一啲唔正常嘅抗體，去刺激我哋嘅甲狀腺，導致到甲狀腺咧分泌大量嘅甲狀腺荷爾蒙。格雷夫斯病咧仲有機會咧係攻擊我哋嘅眼睛，造成咧甲狀腺眼病嘅。嗯，冇錯啦。咁今集咧我哋就請嚟唔同嘅專科醫生同我哋分享嘅，包括有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李俊康醫生、香港大學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助理教授陳永樂醫生。仲有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及視覺科學學系副教授莊金龍醫生，歡迎曬咁多位。係啦，今集咧我哋就針對咧呢個自身免疫系統病格雷夫斯病咧引致嘅甲亢咧，想請教咁多位啦。就係首先想問李醫生啦，甲亢呢一個嘅治療方法啊，係點樣樣嘅咧？其實咧，過去60至70年咧，我哋都確立咗三種主要即係治療甲亢嘅方式嘅。咁第一種就係藥物治療啦。第二種咧就係服用一啲放射性碘嘅藥物，第三種咧就係全個甲狀腺切除嘅手術。咁其中咧放射性碘同埋做手術咧，咁都係屬於一個屬於永久破壞甲狀腺功能嘅方法嚟嘅。咁所以都歸類為一個根治嘅治療方法。嗯，其實我知道呢三種治療方法咧，沿用咗咁多年啦，去到今時今日咧，依然咧係主要嘅治療方法嘅。咁想問一問李醫生，我哋會基於一啲咩嘅考慮，係去決定病人咧接受邊一種嘅治療方案呢？一般嚟講，如果一個新確診格雷夫斯病的病人，我哋第一線的治療通常都會採用藥物治療嘅。咁亦都根據國際指引的建議，藥物治療亦都係首選。嗯，咁呢一個藥物治療嗰個治療原理係點嘅咧？甲狀腺藥物咧個原理主要都是抑制甲狀腺荷爾蒙製造。咁其實即係話咧，甲狀腺好似一個不斷加班的工廠咁樣，咁食咗藥落去咧，就令到佢回復翻正常的速度。咁咧就對於格雷夫斯病病人嚟講咧，服用甲狀腺藥物咧，亦都有一個額外緩和免疫系統失調嘅狀態嘅情況。嗱，我想問一問喺治療過程之中啊，咁內分泌科醫生咧係會點樣去監察呢個病人咧？同埋我知道咧喺唔同時候要作出一啲調整嘅喎，係咪咧？我哋通常咧，如果新確診即係格雷夫斯病有甲亢嘅病人開始用藥啦，咁我哋咧通常開始嘅時候覆診都會比較密少少嘅。通常都會一兩個月內咧都要開始覆診，咁咧覆診前最好咧都配合埋驗血嘅檢查。咁我哋病人翻到嚟我哋門診睇咧，我哋通常都會監察翻病人個症狀有冇開始已經緩和啦。通常我哋經驗咧，大概用藥之後幾個星期內咧，個症狀都會開始明顯改善嘅。咁咧就根據結合埋即係佢症狀嘅改善啦，驗血報告嘅進步啦，咁我哋咧就會考慮啊，其實因為開始用藥嘅時候咧，通常都會用一個大少少嘅份量，等個病人咧快少少進步。咁當個病情緩和咗之後，病徵同埋驗血報告都開始進步啦，咁我哋就會開始減藥。咁咧就當個病情穩定落嚟，我哋一路減藥之後咧，咁病人復診嘅時間可以再拉長啲啦，可能去到3-4個月先翻嚟見啦。咁通常咧，我哋用藥咧嗰個時間咧，大概都係1年至1年半到。咁咧就視乎個別情況，如果病人咧都病情已經緩和翻曬，正常翻曬，而亦都唔係屬於咧容易高風險會復發嘅情況咧，我哋會考慮停藥。你頭先講過啦，一開始治療嘅時候咧，個劑量會用大少少，幫助病人咧控制一佢哋嘅病徵啊。但係如果病人出現心跳呢個問題比較嚴重啲，除咗用呢一啲甲狀腺嘅藥物，係咪有其他藥物可以控制心跳嘅咧？係啊，正話我講過，因為用咗甲狀腺嘅藥物咧，可能都要幾個星期咧，個病徵先會開始緩和。咁呢段時間病人可能會繼續唔舒服嘅，可能會有啲心跳啊、手震啊嘅情況。咁我哋可以咧處方一啲心臟藥，我哋叫做即係 beta 受體阻斷劑咧，去減輕或者緩和咧佢即係啲心跳手震嘅情況。咁等佢個症狀咧都進步得快啲，將個心率減低係咪？嗱，一線嘅治療咧就係用藥物啦嚇。咁但係其實用藥物咧有啲咩潛在嘅風險同埋副作用咧？咁我哋咧喺用藥之前咧都會同病人解釋清楚嗰個副作用嘅情況。咁咧，通常臨床我哋見到咧最常見嘅副作用咧，就係一啲過敏嘅反應，大概可能5%嘅病人都會出現呢個情況。甲狀腺藥物我哋有兩種啦，第一種我哋叫做 cabimazole 或者 mifepristone， 咁亦都係最常用嘅藥物。咁有一種少用啲嘅，我哋叫做 PTU 嘅藥物。咁比如說，如果我哋病人新確診有甲亢，我哋開始咗 cabimazole， 咁佢翻幾個星期又翻嚟話啊出曬疹喎，好痕啊咁樣樣，咁點算咧？
咁就要睇一睇病人咧個過敏嘅反應係點啦。如果淨係都係出紅疹嘅情況咧，咁可以試一試俾一啲敏感嘅藥，睇下可唔可以緩和到或者令到一啲敏感嘅情況消散。如果食咗敏感藥都唔得咧，咁就要考慮轉藥噶啦。咁可以轉做 PTU 再試啦。其餘嘅副作用咧都屬於一啲罕見但係嚴重嘅副作用。咁我哋講緊有咩嚴重嘅副作用咧？第一個咧就係身體白血球急降啦。咁咧就第二個情況咧就係肝功能受損或者甚至出現肝衰竭嘅情況。咁呢啲嚴重副作用出現嘅機會咧，大概都係千分之幾或者萬分之幾嘅病人先會有。咁所以病人都唔需要太擔心。我知道卡邊冇數，係咪對呢個胚胎都有啲影響嘅咧？係啊，因為咧尤其是咧對於準備懷孕或者懷孕初期嘅女士咧，Carbimazole 就的而且確唔適合嘅，因為佢會出現一啲畸胎嘅情況。咁相對咧 PTU 相對比較安全，但都唔係完全冇機會。係啊，咁不過咧，就算真係PTU 可能出現問題，都係一啲比較輕微嘅畸胎嘅情況。明白。好啦，咁如果一切正常，咁然之後以一般嘅情況嚟講，接受治療嗰個療程咧就係一年至十八個月左右啦。咁好啦，十八個月之後啦，當已經完成曬成個藥物療程之後，係咪就代表可以斷尾嘅咧？如果咧籠統嚟講，如果譬如話十個病人接受咗一年至年半嘅療程，我哋去停藥咧，一半嘅病人都會復發嘅。咁所以呢個數字都算高嘅。我知道有一些因素就會令到病人的復發率是會增加的，不如你跟大家介紹一下有什麼風險的因素。臨床我們見有幾類病人就容易復發的，第一個就是有吸煙習慣的病人，所以通常我們去接觸甲亢的病人，我們如果發現他有吸煙習慣都會真的會勸一勸他戒煙。咁咧就第二個咧就係如果佢起病嘅時候咧個病情好活躍，譬如話個荷爾蒙好高，或者咧嗰個甲狀腺抗體嘅度數好高咧，亦都會影響咧佢復發嘅機會大啲。咁第三個咧就係若果佢有甲亢之餘，亦都併發甲狀腺眼病嘅話咧，佢甲亢停藥之後復發嘅機會亦都會偏高嘅。明白。咁莊醫生啊，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咧甲亢越犀利？個甲眼嘅情況亦都會越嚴重嘅咧，因為兩者都係由格雷夫斯病引起噶嘛。其實咧，甲亢嘅情況嚴重咧，係講緊免疫系統攻擊或者刺激甲狀腺嗰個程度非常之活躍。咁但係咧，實際上甲眼嘅起因咧，又唔係直接因為刺激甲狀腺嗰個嘅抗體直接引致嘅。咁所以有咁嘅相同嘅情況出現，但係又唔係一定嘅噃。咁到真係萬一係兩者同時出現嘅時候，咁治療甲眼同埋甲亢都係同時要做噶嘛？咁兩者係點樣配合咧？兩個專科醫生係其實因為係兩種病嚟嘅，你講得好啱。我哋需要咧兩種病都同時候治療，兩種病嘅治療方案，佢用嘅藥物咧基本上冇直接嘅衝突，咁所以咧內分泌科醫生可以就住病人甲亢嘅情況去調校甲狀腺藥物嘅處方。至於眼科醫生咧，就會視乎好似我頭先所講，甲眼嘅病情去到有幾嚴重，佢嘅階段性又去到邊一度，去考慮用藥物或者配合手術嘅治療。頭先我哋講到咧嚇，如果用藥物去治療，嗰個復發率咧其實係達到一半嘅嚇。咁如果病人真係即係用咗呢個藥物出現復發嘅時候咧，醫生好多時咧就會考慮咧用一啲根治性嘅治療方法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用放射點啊去根治呢個甲亢。不如我哋請阿陳醫生同我哋解釋一下，用呢個放射點咧係點樣可以根治甲亢呢個情況咧？放射性碘是利用甲狀腺會吸碘的特質，我們給個病人吃了個放射性碘之後，放射性碘就會追蹤身體裡面的甲狀腺細胞，然後會釋放一些放射性物質出來破壞個甲狀腺的功能，從而達到個甲狀腺去到一個正常的水平。那放射性碘的治療過程是怎樣的呢？放射性碘是口服的，我們通常就是藥丸或者藥水這樣的。我哋咧喺食之前嚟講咧，都會同個病人講清楚啦。然後咧就係食嗰日嚟講咧，就叫佢咧朝頭早咧就唔好食嘢啦。然後翻嚟我哋度食個藥丸啊或者藥水啊咁樣樣。食完之後咧，大部分嘅病人咧都可以出院嘅，亦都唔使話住院留醫啊咁樣樣。因為咧個劑量嚟講，通常咧都唔會話一個好高嘅劑量。而另外咧就係話我哋咧食完碘之後啦，因為佢都會慢慢咧俾個甲狀腺去吸收啦，大概咧四至八個禮拜到嘅時間咧，我哋都會再 check 翻個病人嘅甲狀腺嘅功能，睇下咧可唔可以降到一個正常嘅水平。
咁食藥嗰、那個或者食藥水啦，嗰、那個過程咧，其實頭先聽完講啦，會唔會都有啲危險性咧？始終都係放射性，對身體其他部位會唔會受到影響嘅咧？其實咧，食呢個放射性碘咧，佢係好安全嘅，係啦。雖然咧佢有微量嘅輻射，咁但係嚟講咧，主要嚟講身體咧都係個甲狀腺細胞咧會吸收，咁嘅副作用咧相當之低嘅。主要副作用可能咧就有啲人咧可能有輕微，可能會覺得有啲頸腫啦。可能咧有輕微覺得個口水腺嗰個問題，可能會有少少變味啊咁，維持幾日就冇嘅，亦都咧冇話見到咧有長期一啲嘅第二種癌症啊，又或者咧係會不育嘅情況。咁係唔係都係接受一次嘅呢一個放射性碘嘅治療就已經真係可以根治到呢個病咧？大概咧八至九成嘅病人咧食完一次放射性碘咧都可以去到一個正常嘅水平嘅。但咧，亦都有部分嘅病人咧，可能食一次唔夠嘅喎，可能要食第二次，可能要隔大概六個月到食第二次。接受放射性碘治療嘅前後咧，其實有好多重要嘅事項要注意嘅。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深入啲講解。而下一集咧，我哋仲會講解治療甲狀腺亢奮嘅手術啦。各位觀眾記得要留意收睇啦。喺呢度亦都要多謝咁多位醫生同我哋嘅分享。咁跟住落嚟咧，就會有醫道新知嘅環節，一齊睇下有啲咩新科技介紹啊！微波炉大家平时用得多，有没有想过微波除了可以叮熟食物之外，还可以叮熟癌细胞？2019年，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胸腔外科团队引入最新无创治疗肺癌技术经气管微波消融术，是亚太区第一次使用这项技术治疗肺癌病人。我哋見到有越嚟越多病人有多發性嘅原位肺癌啦，或者甚至乎係以前做過一啲肺癌手術，但係而家咧可能係好多年後有復發，或者係有一個新嘅肺癌再增生喺另外一個肺葉嗰度嚇。咁依類嘅病人咧，再做手術咧個風險就好高，甚至乎佢哋係唔夠肺功能再做手術嘅嚇。咁我哋就喺度諗緊一個方案去處理依類病人咧。这个微波消融术是其中一个选择。经气管微波消融术的原理是将消融导管经过气管放入肺癌组织位置，然后释放微波能量，令到附近组织的温度提升。一般细胞包括癌细胞在超过摄氏60度就会死亡。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消灭到大到 3cm 的肿瘤，位置呢就会在个肺的中间或者是偏外面的三分一的位置呢，就会是适合一点。画面所见是病人肺部的电脑扫描，左图是消融前的情况，导管探头垫住的是肿瘤位置，而右图是消融后的效果。消融范围完全覆盖肿瘤就为之理想。随着时间过去，消融过的范围会逐渐收缩，最后成为疤痕。这个技术呢，其实原发性的肺癌或者转移性去了个肺的肺癌都适合的。我们有些案例是有些病人做完电疗不幸地即局部性再复发，电疗一般就不可以再重做的，微波消融术是可以帮到手，就去做一个局部的控制。目前全球只有香港以及伦敦应用这项技术，因为当中需要配备一个设备先进的混合手术室。混合手术室就房间比较大一点，有不同的仪器在里面，电脑扫描、导航支气管镜，另外就是一个叫做微波消融机。病人麻醉了之后呢，就我们会做一个导航支气管镜，导航支气管镜就会带到我们去肿瘤的地方。去到之後，我哋就會將一個兩毫米嘅微波消融導管咧，經過導航支氣管鏡去到腫瘤嘅位置。到咗腫瘤嘅位置咧，我哋需要做一個電腦掃描。咁個電腦掃描咧就會話到俾我哋聽，嗰個微波嘅管道咧係咪喺嗰個腫瘤嘅位置啦。跟住我哋就會決定消融嘅時間同埋嘅能量。一般消融只係需要10分鐘。
由2019年到现在，香港已经大约有60个肺癌病人接受经气管微波消融术，邱生就是其中一位。邱生在2017年确诊患上多发性原位肺癌，先后接受两次微创手术，切除多个肺叶。直到去年5月再发现左下肺叶出现肿瘤，经医生评估之后，决定为他进行经气管微波消融术，消除癌细胞。咁呢個咧就其實啊，跟住嚟消融後嘅四五個月左右啦。咁你見到呢個咧，就嗰個消融完嗰個範圍咧，就已經係收縮到一個即係疤痕啦。最近你唞氣啊、病徵嗰啲都冇乜，係咪做完個？冇乜影響，同之前一樣。之前你試過有做完之後，我都冇咩感覺唔舒服，痛啊，可以講微乎其微。咁住咗一晚醫院，跟住好快就差唔多同我之前嗰個生活啊都。冇咩大影響，微創手術就做完之後要插條喉引啲廢水出嚟啊，咁要等佢清咗啊之類先可以出院，跟住要等個傷口埋啊，咁就要休息一段時間嘅。呢個手術就肯定係會有幫助啦，可以消除咗個癌症啦。你做完之後自己都覺得relief 咗嗰個所謂心理上嘅重擔咯嚇。呢、這個技術咧，比起微創嘅手術，佢就冇傷口，八成人左右咧做完之後咧都完全冇痛楚嘅，呢、這個步驟都冇失血嘅，咁所以整體嚟講對病人嗰個創傷各方面咧康復咧都會比較好啲。微波消融術嘅風險咧比較有機會見得到就係有叫氣胸嘅情況發生嚇，一個細嘅機會就係啲導管或者係我哋嗰、那個導航支氣管鏡咧會令到嗰個胸膜受損。暫時我哋嘅經驗咧，講緊係少過5% 嘅病人有咁嘅情況發生。未來吳教授希望引入新設備，進一步提高手術嘅精確性。我哋有機會可能係引入一個機械人嘅導航支氣管鏡嘅技術，就可能比而家我哋電磁導航支氣管鏡咧擺位啊，同埋嗰個導航咧更加準確。咁有機會減低嗰個手術嘅時間啦，咁希望令到呢個手術更加有效。